来，你觉得你要宣告这些主题吗？还是说你只介绍大家都知道？好，来介绍。刚刚陈曼丽委员有来。好，谢谢我们刚刚也已经先到的陈曼丽委员、陈继明委员哦，还有好，那我们今天在现场的还有刘世豪、刘正次，还有邓师长，我们劳动保险司劳保司，还有谢宪倩谢师长，以及我们陈组长，对，陈世昌组长 ，OK， 以及我们法务部的刘参事哈，卫福部林怡静林组长 ，OK， 好。我们先做这样的介绍，我们今天就直接进入法条，因为我知道今天大家都比较忙哦，我们就直接进入法条里面来进行后续的讨论哦。这个法条很单纯，我今天拿出来协商最主要的目的是，我们现在在法律的竞合的部分，昨天我质询也特别提出来，因为我们现在有关育婴留职津贴的部分，在我们就业保险法里面是规定，原来是规定是满一年才可以请领，但是我们在性平昨天对在性别工作平等法里面的第十一条是不是16条是规范六个月就可以请领哦。那我想知道一下现在劳动部的意见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那我的法案提出来的是，育婴留职停薪的津贴被保险人保险年资合计满六个月以上，子女满三岁前，依性别平等法的规定办理育婴留职停薪。我的条文是做这样的修正。那我想听一下劳动部的意见。对，来，这次先说。谢谢。李委员、陈委员、还有两位陈委员哈，今天非常谢谢这个机会来报告哈。那么李委员提出对于这个修正就业保险法第十一条的这个条文的修正，那么我们有看到就是说，要把这个孕留职停薪的津贴哈，要从这个一年修正为六个月。那么这个部分，我跟各位们报告一下，我们的这个就业保险法原来的设计当中，主要是针对于失业的一个给付。那么当然，针对于失业情况下，有一些特殊状况，给予职业训练生活津贴，还有提早就业奖助津贴。那么孕留职停薪是一个，就是说当时这个，为了要让孕留职停薪的情况下，加进了一个孕留职停薪的一个补助啊，我们称之为津贴。那么根据我们现在107年的这个整个保险的支出的观察来讲的话，那么失业的给付，那么跟这个孕留职停薪渐渐改变了。那么孕留职停薪的整个额度来讲，超过了这个失业的一个给付，所以这个在整个综合考量之下，就业保险的整个体制来讲的话，是不是要仔细的评估一下啊？如果这个修正会不会造成一个原来立法目的的整个失衡？那么这个是我们的一些考量，所以我们对于这个李委员的提出意见，我们非常重视。但是以现在的情况之下，我们觉得必须要就全盘来通盘考量。正是你的考量有哪几个面向？因为育婴留职停薪的津贴，它并不是一个新的津贴，它本来就有。那从一年改成六个月，就是劳工就职满六个月就可以请领，这个到底对于我们就业保险基金的影响应是多少？这才是重点。因为它如果是第一次新的一个津贴出来，或者对于劳工团体的一个新的照顾，那可能对于就业保险基金的恒平性有影响，但它并不是，它并不是第一年，是本来就有的。那现在从一年改成六个月，我的重点是在于说，它对于整体就业保险基金的
财务的影响是多少？毕竟我们现在对于少子化，或者是现在我们都希望是父母有机会在第一线照顾。我们前一阵子看到社会那么多的，不是说女儿，也不是，就是说现在双薪家庭找要找到适当的保姆或公托或托育，其实也不是那么容易。那我们都希望在第一时间，孩子还小的时间，父母培养亲子关系，所以这个时间点是非常重要。但是我们又不希望造成他财务上太大的负担，所以我们才会把这个津贴从起码一年改成六个月。但是重点还是在于财务分析的影响到底多大。你要用财务分析的影响来去告诉我，因为它并不是新的名词，也不是明年第一年要做。如果说你是第一年要做，那你可以跟我讲说，我这个财务分析可能负担多少，那我们财务不平衡会挤压到哪些财务的支出的成分。所以这个是我关注的重点所在。谢谢李委员的这个垂询啊。除了财务的平衡之外，有关于这个我们的不管是失业，原来我们就业保险当失业给付也好，或者是我们这个育婴留职停薪哦，它通常会有一个所谓的就职的期间之后，投保的期间之后，我们才会给予。所以财务的平衡还不是单一的考虑而已。这个如果说我们的整个所谓的等待的一个期间哈，就是说他满足这个要件期间放得太短的情况之下，他也许会造成一些更加深我们就业保险财务的一些问题哈。那么为什么哈？我来跟各位解释一下，因为我们整个就业市场当中，我们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哈，像我们劳动基准法当中的这个产假，前半年来讲的话，它是一个就是说如果他这个还没有就职满半年的情况下，他是用这个半薪，雇主给半薪。这个考量就是就业市场当中，我们也考虑说，这个当然他育婴留职停薪之间需要的，但是我们是不是应该要一段时间当中，让他满足一定条件之后，他才请育婴留职停薪，而不是通常一开始工作没有多久就请育婴留职停薪，这个也是我们一些考量了哈。那么我们详细的部分，有关于财务的部分跟我们整个整体的规划，我们请邓司长来跟您报告。主席还有各位委员，我这边再说补充说明了哈，因为单一的津贴财务的影响可能不是那么大，但是这个因为是在我们旧保里面办理，我们做某种条件的放宽，相对的一定会有其他的给付项目也可能要要求一样的放宽，尤其是我们育婴留职停薪津贴的给付的津贴的金额已经超过了失业给付。那在从106年到现在这两年多的时间，其实我们也接触到，因为这个数据的变化，让有一些劳工团体认为说，应该是要合理的使用旧保的保险资源了哈，所以他认为说应该针对失业者的保障，或者说他的促进就业，多花点钱来做一个保障失业劳工的一个权益。他会认为说，如果这个保险里面显然看起来跟当时的立法目的有稍微不太一样，加上说这个资源分配的使用，那所以可能假设说，在这个单纯的针对育婴留职停薪津贴这个保险年资，我是单纯的把它缩短六个月的话，我想劳团或是失业劳工一定相对要求，针对我的现行的失业给付的条件，是不是也要原因比照一样缩短成六个月？所以这个部分就会有不同的财务的影响。当然，这个财务影响会更单纯就育婴留职停薪津贴来讲会更大，但是第二个部分就是说，我们当时在立就业保险法的时候，针对年资要多少才可以领给付这个部分，当时在立法的时候，其实资方团体也很坚持说，这个不能太短，因为会影响劳工的这个就业的稳定。所以当时在立法的时候，这个当时已经有讨论过说，
这个保险年资要一年那么长吗？其实当时在劳资双方共同的共识之下啊，才定有一年。那如果这个部分针对育婴留停也相对的缩短的话，可能在这个部分确实在目前劳资的共识上可能不会有。当然劳团一定会说要求说比照育婴留停一样缩短成6个月，一定的。但是资方团体在这个就保这一块呢，他会觉得说啊，这个会影响到就业稳定。那所以我最后补充报告是说，因为从当时106年五月到现在，其实包括立委也好，包括劳团也好，包括这个一些失业劳工也好，都有很多我们就保法应该要修法的建议，所以我们部里面才想说，在今年开始，我要全面的去针对各种修法的意见，做通盘性的检讨研修。那我们希望说，不管是对于这个育婴留停的劳工朋友，或是对失业劳工朋友，有一个更周延的保障。好，来，我先停下。对，等一下，因为12点我要去参加那个程序委员会哈，所以呢，我想是说，对，赶快先发言一下哈。那个其实这次提出来的就是《就业保险法》第11条的育婴留职停薪的保险年资请理条件为6个月部分呢。其实我个人是赞成的哈，因为现在就是说少子女化嘛，那而且我们的这个就是性别工作平等法里面，已经把这个育婴留职停薪的年资修正为6个月，那我认为这样子是能够增进我们的女性的工作者哈，她在这个增进劳工权益。那我觉得这个部分对于他们来说，其实第一个我觉得人数不会太多了哈，因为现在的现况来说的话，一上班就要结婚。对对对，我想应该是说我们能够把这个部分，就是说两个法能够把它拉平了，我认为这个是也没有什么坏处。要不然的话，那个性别工作平等法在这个里面就好像变成一个宣示性的哈，但是没有实质性的哈。另外，我顺便就把那个请你失业给付的等待期的这个部分呢，我也表达我的一个意见了，就是说这一次就提出来是不是14天改为7天了？那这样是缩短了。那我是在想是说，我们的就业保险法的第20条和第25条，它是有讲到是说我们的失业给付的这个规定呢，它其实是要有它的这个就保的一个目的啦哈，包括就是说他希望在等待期间呢，我们的公立就业服务机构应该能够办理推介就业，还有说安排一些的职业训练。那如果这两项我们都做得好的话，这些人就是能够很快的又回到职场再就业。那如果说我们在这个部分的绩效不好的话，我就赞成是说把它缩短为7天。但是如果大家觉得说这14天事实上是能够发挥它的一个功能，而且也和我们的设立这个救扶法的目的是相当的话，我就认为说这个部分事实上就是维持14天，因为他这样子我们就可以做一些的事情。但是如果他的绩效很不好的话，那干脆就把它缩成7天了。所以我想是说这个也请那个劳动部能够参采。那我想说有一些的技术性的东西的话，可能劳动部这边呢，一个是可能自己要提出来，因为这个是劳动部要去面对的嘛哈。那就是说我也希望就是说缩短的话是会让那个有需要经济负担的家庭呢，他可能就不必在那边因为法的关系而让他要等很久。那如果说也可以减他的经济，我也是觉得也还不错哈。以上，谢谢。来，不好意思，因为我后来才发现我也得去程序委员会啊。好，那谢谢刚刚曼妮姐提到的这一些问题哈。不过我倒是有不一样的一个看法了哈，主要就是说性平法的确提到得申请哈，那但是以我们现在主要讨论的是要去修就保法嘛，那就保法的包括的范围就有包括失业给付啊，这个提早就业津贴啊，这些留职停薪的这个津贴也包括在这一项目里面。那怎么样在考虑这个项目的横平发展，我觉得是很重要的啦。那就像刚刚燕秀委员提到的哈，虽然是说他的对象不会很多，可是问题这个法律下去的话，应该要考虑到他的持久性、恒平性、稳定性这些等等哈。那因为如果育
应留职停薪的这个金额的给付不断的去增加，可能会压缩到失业给付的话，我觉得这方面可能也要请劳动部这边共同来考量啦。那刚刚曼丽姐提到的那个，是不是要从等待期从14天缩短为7天？我觉得当然就是说，从国际间我们看到很多国家都是7天，但是从国内现在的求职现况来看，是不是7天就能够达到它一定的效果？我觉得这个可能也要在通盘考虑一下。像我们现在每次去 interview 完，他大概就会叫你回家等结果，应该不会马上就会告诉你 yes or no。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在这个津贴给付上面可能会造成我们行政人员的执行困难上面，我觉得这个劳动部也要再考虑一下。是不是请这个我们的这个劳动力发展署陈世昌组长来稍微说明一下有关于那个等待期的部分？有关等待期的这个部分呢，那确实在国际上相关国家包括美国、日本等等，它是以7天为它的等待的期限。那台湾的状况就是刚刚金委员所提到的状况，因为我们在做整个服务的过程当中，不是只有行政效率，我们推介的速度快不快而已，最重要的其实是在雇主端，那尤其是中大型的企业，它的人事人员interview 以后，可能再找他的那个部门的主管，最后还是签到那个这个最后有决定权的，所以这中间的时间都不是我们行政机关所能够掌握的，所以才会主张说这个部分是不是考虑到台湾的这个企业他的用人的习惯的情况之下，我们建议这个部分还是暂时先是维持14天啊以上。好，来，好，我觉得。当然大家都有提出来一些数据，那刚才几位委员的大家意见其实也不尽完全相同哦。但是我们看到符合国际的潮流是现在行政院各部会常常在提到，过去这几年我常听到的哦。符合国际的潮流当中，其实包括美国、英国，大家都是慢慢把那个时间缩短，关键是在于你们自己媒合的工作到底有没有做好。过去十四天，两三年前14天，你们媒合的比例是多少？那现在经由我们现在各部会从中央到地方不断的推动，我们媒合的能力有没有增加？如果还是原地踏步的话，那代表你们能力做得不够好。那我们当然就认为说，要不要缩到7天来去照顾这些人？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有关于刚才我提到的这个运留职停薪津贴的请领这个部分哦。我还是回归到我当时我修正条文的初衷，我还是非常希望看到，因为刚才几位司长一直不断提到说，这个对于就业保险基金的这个预算，其他项目包括申请失业的部分到底压缩多少，我觉得那个数据还是要出来，毕竟我们现在在强调少子化，我们要照顾年轻人，所以现在各部会都在动，这个部会在动不是只有散落在劳动部，其实包括教育部很多其他的单位也都有，那我觉得申请育婴留职停薪也是其中的一环，所以我今天可以不要有决议，但是我觉得下次再来的时候你们要有数据出来，一般的企业当中有可能6个月申请育婴留职停薪的比例大概会有多少，或者是你们从现在性别平等法里面它年资满6个月，他就已经开始申请，大概有多少？那我们就可以换算出来，这个比例大概有多少？不要在这边告诉我说，对于失业保险基金的挤压，因为你用这么大的一个数字来框，那就失去政府当时我们一直在讲说，我们要照顾年轻的夫妻，我们让亲子有多一点的时间，我们让男女夫妻、爸爸妈妈都有机会申请育婴留职停薪这件事情，这个是这几年我们立法院一直在推动，那我相信政府也应该是朝这个潮流不断在进行，无论是申请这个失业的这个给付从14天改成7天，或者是育婴留职停薪的请领从1年改到减短到6个月，我觉得那个数据都要提供出来说服我们立法院，否则我相信劳基法、劳动基本法，包括我们现在对于劳工的各项条件，我都认为过去是一个最低的标准。我们怎么样不断的往前迈进，
跟资方去斡旋沟通，让台湾的劳工在就业的市场上有一个更好的环境。不，人不是只有为钱工作，生活、家庭、亲子也都相对的重要。哦，所以我想这些这都是我们长期我们在社福卫行委员会不分蓝绿所有的委员一直朝向修正这些法条上我们的努力方向。但是看起来这几年不管修什么法，听到的都是资方会有意见，我们怎么样？那这就是你们存在的目的啊！你们不是应该去跟资方去尽量去做沟通吗？对不对？劳基法当时二修其实不是都站在资方那边吗？那后来又修正回来，就是我觉得很多事情你们把劳基法变成一条标准线，但你们都已经忘记劳基法各项现在现有的法律都是一个最低的标准。那我们讲说符合国际潮流，我们差人家多少？或许我不可以，我可以不要坚持说一定要到7天，那8天9天有没有可能？那你我们现在一年改成6个月。那如果你们坚持说对财务影响很大哦，减少1-2亿，那我逐步来推动好不好？那对你们财务到底影响多少？我可不可以分8个月，2-3年后我们再修正到6个月？如果真的对财务影响那么大，如果财务影响不大，那你就很难去说服我。所以我还是希望用数字来去凸显这些问题。我觉得我是 fully support 刚刚燕秀委员讲的啦，就是说很多的这个政策的一个制定，其实最好是悲伤我们有充分的准备的情况之下，在现在的一个数据都还没有调查完整的情况之下，我们怎么知道它如果从一年变成6个月，可能会对我们造成有多少的冲击？就像刚刚燕秀委员，我觉得指示的很好啊，就是说我们可不可以透过性平法这边先来看到说，真的6个月就有请育婴留停的比例到底有多高？那把这一些先做成一些数据，再来说服委员，我觉得这个是。我们会按照这个委员的这个指示，我们把相关的这个财务的盘点，还有这个申请育婴留职停薪，它如果扩张成6个月情况下，对我们财务的冲击，我们会再先把比例用数字。对，你的文字，我想你能讲的大概都是同一套。我还是希望用数字来去说服我们，不断修正立法的方向，给劳工更好的一个就业环境，或者是给孩子育婴留职停薪一个更好的环境，其实这个都是我们的目标嘛。那我知道你们政府在处理这些，你们可能要看到很多不同的面向。那你不同的面向是哪些面向？你就必须要用数字来说服我，否则的话，就是你讲你的，我讲我的，那我们怎么有办法把法条修正得更进步呢？对不对？那包括14天那个就业那个失业的那个清零的部分，14天改成7天，那你们就业的媒合这几年到底改善了多少？大概平均几天可以那个？应该把那个对，把那个数字拿出来，那我们才知道说我们的要求跟你们的落差到底在哪里？那为什么你们不能改？如果我们修正的方向是一个正确的方向，大家也都认为国际潮流也都是这样在走，那为什么别人能做我们不能做？差异在哪里？数据哪些是你们最起码可以接受，哪些是你们觉得困难度很高的？我觉得还是要用数据来告诉我们，好不好？那我们就下次协调的时候，那就是另择期待。好，那我们另择期待协商，但是下次在协商的时候，我可能就要请劳动部把这些数据提出来，好不好？好，今天谢谢大家，也谢谢陈金明委员以及陈曼丽委员啊，谢谢大家。